一斤是吧？啊，你们看清楚了吗？啊，阿姨说一斤啊，好好，可以可以啊，一斤啊，哥姐们是不是一斤呢？哎哎，来给给来给给我给我啊，哎一斤啊，啊，哎阿姨不是那个，这个一斤啊，好，哎阿姨这个多少钱一斤呢？我都忘记问了。70块钱一斤呢、啊。哦，这个70块，阿姨，这个猪是你们自己家养的吗？是。哦，70块钱一斤，哥哥姐姐们，这个什么叫幺儿的？幺儿是啥意思啊？70块钱贵还是不贵啊？哥哥姐姐们，贵的打个贵，不贵打个不贵啊？你们觉得贵吗？70一斤啊，阿姨说这个刚好一斤，好，你们说贵还是不贵啊？阿姨，那个我看一下还有啥，你们觉得这个贵还是不贵啊？怎么说，那你们那里买多少钱一斤呢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那里这个卖几十块钱一斤呢？你们打出来看看，你们把你们的城市打出来，比方说湖南多少，四川多少，广东多少，你们打出来看看多少钱一斤呢？阿姨，你这个家里有没有那个，就是我听说你们这边有用那个鱼啊，就是那个田里面养的那个酸鱼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有啊。哦，酸鱼有是吧？哦，酸鱼有是吧？那阿姨，那个我想买一条鱼吃一下。那我昨天我听说是你们田里面养的是吗？对，自己养的田里养的。你的意思是昨天晚上它是放在哪里的呀？阿姨，这个鱼放在我那。不是阿姨，你本来的鱼是放在哪里的呀？放在这个桶哪里啊？哦，放在哪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放在这个桶里面的是吧？哦，这是你昨天从这个桶里拿出来的。哥哥姐姐看一下。哦，这个石头，哎呀，哦，那行啊，这个是鱼啊。哦，那阿姨你称一下嘛。哎，称一下嘛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那里这个腊肉多少钱一斤啊？阿姨说70那这里一斤啊，一斤腊肉啊。这个鱼的话，你说这个看一下这个，阿姨有这个鱼有几两啊？阿姨，半斤呢。啊，阿姨啊，有啊，阿姨这个鱼有半斤啊。好嘞，半斤啊，好，可以。啊，哥姐们，这个鱼半斤啊，这个鱼半斤啊，阿姨，这个鱼多少钱一斤呢？40啊。40块钱一斤是吧？啊，40块钱一斤，你们帮我记好了啊，鱼40半斤，腊肉一斤，70啊，这个阿姨，这个我是湖南的，你们听说你们贵州的辣椒？辣妹子，辣，我们湖南叫辣妹子啊，她这种就是在我们湖南叫辣妹子啊，你们这边叫贵州妹子啊。听说都能吃辣椒，你们家有没有自己种的辣椒啊？有啊。啊，在哪里啊？阿姨说这个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啊，这个辣椒在。这个辣椒是吧？哦，阿姨，这个辣椒辣不辣呀？辣，好辣。啊？好辣。阿姨，我是湖南人哦，特别能吃辣哦，不辣的辣椒我不能要哦。这个，这个我让我尝一个，我觉得这个辣椒不辣呀，我觉得，我感觉这个辣椒不辣啊。那阿姨我尝一个啊，辣不辣？不辣呀，不辣。我再吃一下。我经常吃好辣。我看一下。做菜我就，放了凉。阿姨，不辣呀。哎呦。还不辣。阿姨有没有水啊？哎呦，这个辣椒，你这个辣椒辣得很呢。不是，刚才我怎么？哎呦，阿妹，搞点冷水给我喝一下。哎呦，谢谢你啊，麻烦你。哎呦，臭，这个是烧开的是吧？啊，对。哎呦，
不是吹牛了，这个辣椒有后劲是吗？哎，不是，你这辣椒有后劲呐、啊，这个，哎呦，我以为不是，阿姨，来来来来，买一点，买两把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个没有福袋了，哎，阿妹，你们家信号不好是吧？嗯。哦，哥姐们，这里没有，小关小柱点一个，没有信号，没有福袋了，我给你们发一个啊，哎是。啊，哎，抓两把就可以了啊！阿姨，这个买两把，给我扎起来来。哎呀，哎，阿姨啊，那个这个撑不撑呢？不要撑了，给10块就可以了。哦，给10块就可以了。哦，不撑了，可以。10块啊、哦，辣椒说，阿姨说懒得撑了，这个干辣椒也不重啊，10块。哦，这个腊肉1斤，这里半斤，哥哥姐姐们多少钱呢？你们帮我算一下这里多少钱？三样东西来，你们刚才看来的鱼呢是40块钱一斤，这个70，这里10块啊。我这个直播的时候我数学也不太好啊。算一下这里多少钱呢？阿姨，这个，哎呦，我刚才看到好像你们这里有那个阿姨，哟，阿姨，你这个鸡蛋是买的还是自己生的？自己。啊？鸡生呐。不是，我是说你们自己家鸡生的，我都看到你紧张，阿姨，我看到你姑娘紧张啊，自己鸡生的，是，我没有说你生的，阿姨，不是因为你女儿这个我紧张啊，阿姨，那我给我买5个鸡蛋行不行啊？啊，给我买5个鸡蛋嘛，不是，这多少钱呢？不是我。我这可我有点紧张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用紧张，我感觉你不紧张，我紧张，不是我看到漂亮女孩就紧张啊，5个就可以了，阿姨，哎，我这一个人吃5个就可以了，2块，啊，一个2块钱是吧？啊，可以哈，这个价格很实在啊，2块钱一个很实在嘛，那妹，你帮我把这个的鸡蛋给我放到那个辣椒里面，它有缓冲的作用，它就不会坏，哎，放到辣椒里面给我扎一下，把那个辣椒袋子。好，那也够了，有4样东西，今天我可以每餐一顿了啊，把它全部装起来了，把那个鱼放这个肉里面，全部装起来，阿妹啊，你这个我看你这个像村里的春花吧，应该是啊，哦，不是，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首歌啊，哥姐们，我看到他就想起那首歌叫小芳。哦，那个小芳呢？那首歌就是一个大辫子，长得这么漂亮，亭亭玉立啊。叫什么？怎么唱呢？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漂亮，还有那个辫子粗又长啊、哦！你看你这个辫子，呵呵长吧，可能不粗。哎呀，没有，还笑还有酒窝嘞！你看啊，就一个啊，阿姨。你女儿就一个酒窝啊，她找个女婿之后，她那个到时候开心，她那边酒窝又出来了，嘿嘿嘿，天天逗她笑，找个女婿天天逗她笑，笑个不停，她那个酒窝就笑出来了。哦，那个能不能这个2合1啊，阿妹？2合1，合二为一，就2个蛋，再搞一个蛋，合二为一呀、啊？不是，我没说我跟你合二为一啊，我操！合二为一，那就要谈男女朋友了啊！我说是袋子2合1，阿妹还愣半天啊！我说2合1，来，好，这个叫2合1嘛，不是阿妹，你听不懂啊？好，这不就2合1挺好的嘛，对吧？好，里面有鸡蛋，小心摔。没事，这个多少钱呢？我们算一下，这个多少钱呢？刚刚哥姐们，这里多少钱呢？腊肉是阿姨算一下多少钱呢？你能不能算一下？阿姨不会算。哥哥姐姐们，这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呢？我看一下，腊肉70，鱼的话40块钱一斤，半斤就是20，90加这个辣椒10块就是100，加上那个鸡蛋10块，110块钱。哦，110块钱。哦，行。110块钱啊，哎，哥姐们，这个110好像不太好啊，搞个120行不行呢？哥哥姐姐们，哎，我这刚好这里我有这个零钱，哥姐们给110还是给120？你们说吧，
110的打110，120的打120，你们说吧，这个要不搞个月月红吧，每个月都红好不好？12吧，啊，120，月月都红。你们这边有没有叫月月红啊？嗯，这个月月红啊，120块钱，月月红吧，哥哥姐姐们，月月红啊，那个，那我就走了啊。我走了啊，那个。哎，妈，你不能拿人家钱嘛，是欠给人家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把你妈的钱拿过来干嘛？不用，真的不用拿钱的，这些都是你大老远从湖南过来，然后自驾游那么久，然后挺辛苦的，也还收你钱，这些都是自己家种的，然后鸡蛋是自己家养的鸡生的，然后就不用那么多钱，辣椒也是自己家种的。不是你，你把你妈的钱你拿，你给我干，不要我的钱？不用，真的不用。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家养的种的。阿姨，你看，阿姨你拿着，阿姨你拿着。阿姨不能拿你的钱。不是，阿妹。我们这些都不用买的，不是阿妹自己家种的养的，怎么能拿你钱呢？不是你那个猪的话，你这个猪也是自己家养的，然后吃的也是自己家种的米呀、啊。你种的米的话，你这个，种的米的话，你这个，我但是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，我就是来买的呀。我不能拿你的钱啊！你自驾游那么久，来辛辛苦苦来到这里旅游是吗？不能拿你的钱呢、啊。嗯，这个阿妹，那个你拿着，不是不你干嘛？不能收你钱。妹啊，你这哥姐们，这个阿妹，啊，这个，他不要我的钱了，哥姐们，你说，这个，哎，哥姐们，这个你看，那我把它放在凳子里，这里哥姐们，我不能白要你的钱啊，我不能白要你的钱啊。阿妹，我走了啊，拜拜啊。那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拿走吧，自己都是自己家种的，不好拿你的钱。拿走吧，就当我送你了。阿妹，我这你这样子的话，我这个东西就不要了，我这个东西就不要了。送你了好吗？我这个东西就不要了，哥哥姐们，你们说要不要？他不要我的钱，我买这个腊肉我就不要了，好不好？要还是不要？哥哥姐们，要还是不要？阿妹，这个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你不是你这个腊肉的话，我没关系，这些我们不用买的，都是自己家做的。哎，要啊！养的种的，人家种的也不容易啊。你种的虽然这个辣椒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挺辛苦的，从那边过来这边旅游是吧？这个阿妹，我走了，来。啊，这都拿着吧，你钱来，那个我扔地上也不好。阿妹，不用你拿着，你放心，你拿着好不好？阿妹，拿着吧。你快干嘛呀？拿着吧，真的不用给了。那我谢谢你了。啊。那肉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都拿走吧。钱也不要，那肉要给我啊。嗯，挺不好意思的，不能留你下来吃饭。那我走了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哥姐们，我怎么办了？他妈妈怎么了？哥姐们，妈妈怎么了？我都没注意他妈妈啊、哦，妈妈怎么了？那我走了。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怎么了？不是，哦，哥姐们，我这样子走的话，我好像也不太好啊。我刚才腊肉不要了，阿妹要使劲塞给我，这个钱也不要。哥姐们，这样子吧，你们帮我记着这个地方。哥姐们，你们说这样子吧，我跟你们商量一下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这个阿妹也没吃饭，他们这个对我还这么好。哥姐们，这个阿妹是不是？阿妹是不是看上我了？嘿嘿，我长得这么丑也不至于啊，哥姐们，我个大胖子，我又黑又丑。哥姐们，那这样子吧，
要不要？哎呀，我其实我很想在他们家吃饭。这个阿妹长得有很漂亮啊，小王哥见到她都心动了啊。那能不能，哥姐们，要不要去买一点东西，再来感谢他一下，找个借口去买点东西又来？你们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他妈妈没有那么大方是吧？哎呀，不管妈妈了，不管阿姨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说好，我就走了。你们，我看一下，你们都说好。如果都说好，我就走了。我看一下，都说好啊，要的啊，要的打个要的，好的打个好的来。哎呀，那我走。哦，这里有一个超市，大概我过去的话，可能只要一分钟就够了啊。一分钟就够了啊。哎呀，都说好是吧？那行，我跑过去啊，跑。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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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然等会如果阿姨出去干活去了，那就完了。走，跑，跑，走。哎呀，走，为了跑的动力都有了。我操，走。哎呀，哇，好远了，走，马上到了。这阿姨刚才怎么了？你们都说阿姨什么情况呀？阿姨怎么了？我没注意，我的眼睛就看着阿妹去了。这阿姨怎么了？刚才阿姨走到了，到了小卖部啊。老板，这个，买一点东西。好的。看一下买啥呀？买点啥嘞？这个，我想想。哦，油给我拿两桶。拿两桶油。拿两桶油啊！拿两桶油啊！好，我哥姐们，你们说，哦，这个王老吉给我拿两箱吧。哥姐们，我们这样子吧，买一点东西送给这个妹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你们说买啥？快点，我等会我今天这个大脑有点缺氧了啊，不知道买啥。这个我看一下，八宝粥来那个，你们说买八宝粥还是旺仔牛奶啊？这女孩子买两箱八宝粥吧，两箱八宝粥，这样子吧，好像这个女孩子喜欢喝旺仔牛奶吧？你们说买牛奶还是买这个？旺仔牛，老板给我拿两箱旺仔，来两箱旺仔。旺仔好，可以是吧？好嘞，这买给女孩的啊、哦，这女孩真好啊。小王哥今天，这个都买啊。鸡蛋有没有啊？鸡蛋的话，给我拿两板鸡蛋。哥哥姐姐们，来拿二板鸡蛋啊。你们说还有啥？还要啥？两板鸡蛋，对，你们说还打啥？这个，这个纸啊，那个，这个那个，七度空间是什么东西啊？七度，爽歪歪，爽歪歪拿两箱，爽歪歪啊，好，放在前面也可以，爽歪歪啊，哥哥姐姐们，爽歪歪，七度空间，七度空间是啥东西啊？那我刚好要送给女朋友啊，不能送啊，不是，就是要真的是女朋友才能送，谈的还不能送，要真的确定的才能送，是，那现在还没确定，那啥呀，哥姐们，油少了，
哦，哥哥姐们，你们的意思是啊？哎呦，我看到一个提示啊，这个赞赞才22,000+赞赞。抖爸爸提示了，这赞赞太少了。这样子吧，你们帮我每个人点个200-300下，100-200下赞赞，把赞赞点到100,000。这个油我再加2桶油吧，好不好？哥哥姐们来，再拿2桶油嘛。嗯，哥姐们好不好？再拿2桶油。哦，感谢星星啊！来，哥姐们再拿2桶油，你们帮我点点赞嘛。觉得小王这个小伙子还可以的，来，你们帮我点点赞。啊、哦，卫生巾呢、啊？那个刚才是7多公斤是卫生巾呢、啊，这样子。嗯，我不知道啊，这刚才粉丝说的嘛。那个8+1要不要买、啊？哥哥姐姐们，8+1要不要买？那个8+1。8+1来一箱嘛，来一箱8+1嘛，你们说买不买？那个东西要不要买啊？那个8+1呀、啊，买不买呀？哦，好，哦，那个面条，面条拿4把面条，4把，嗯，拿4把面条。有男人就买，男人有啊，那我不是男人嘛，那我小王不是男人嘛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来，来帮小王点点赞来。觉得小王这个小伙，有人说小王，你这些东西会不会送给小阿妹啊？你们会不会等会就下播了啊？我不会下播的，你们再监督我啊。我看一下啊，盐，拿2包盐呗。拿2包盐。好事成双，2包盐吧。哥姐们，哦，有人说那个要米是吧？老板搞50斤米嘛？米没有。啊？米没有。你们超市怎么连米都没有买了？开什么超市啊？我们这里买家买户的自己种田。自己种田呐、啊？自己种田，买家买户的自己有大米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拿过来卖都有了，人家就不会买呀、啊。哦，农村里面每家每户都有米是吧？都有，吃都吃不完了。哦，吃都吃不完、嗯。那行，那个这样子，矿泉水给我拿2箱。哦，好的。啊。我去拿过来。啊，拿2箱矿泉水啊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够了吗？拿2箱矿泉水够了吗？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够了？大哥够了，够不够啊？哥哥姐姐们够了吗？够了我们就，赶紧走了啊！够了的大哥够了啊！好，水放这里吧，这边。好，这样子还拿，拿一瓶那个啥。拿一瓶那个，哎，我买一瓶饮料给阿姨去喝。拿一瓶雪碧，雪碧，哎，拿一瓶大雪碧，给我拿个袋子嘛，给我拿个袋子。哎，拿一瓶雪碧给阿姨去喝啊。哎，哥哥姐姐们，帮小王点点赞，觉得小王这个小伙子还可以的啊，你们帮我点点赞啊，来帮小王点点赞，谢谢你们啊。哎，这样子，老板，我叫人过来挑，好吧？好，那个我就拿着这个雪碧先走，啊，你帮我把这个水绑一下啊。好的，走了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哥你们走，我先拿点东西吧，要不然空着手回去阿姨不高兴啊。我先拿一点东西，先赶紧走，我叫阿姨过来挑，好不好？走，走，这个钱还没付啊，等会再付钱啊，现在还没算账呢，走，要不然等会那个阿姨，我怕他们出去啊。来，哥姐啊，这一次去了之后，哥姐们，今天啊有鸭子吃，鸭子或者鸡。哥姐们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次你今天中午你看啊，小王哥应该我算了一下啊，应该是鸭子，河边的鸭子啊。今天有土鸭子吃了，这阿姨肯定高兴了。一高兴的话说，小伙子，你是哪里的呀？家里有几个人呢？什么？问一下我家庭情况了。要不，看我适不适合做女婿吧。小伙子，你们不要嫌弃我们这个大山里面哦。农村人呢，那我就说，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也是农村的。哥姐们，等会你看啊，马上就是这样子啊。知道吗？走了，到了，这里，哇，春天真的是千树万树梨花开啊。走，这阿姨家在河边啊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可乐死我了。我现在都想喝，哥姐们，你们觉得这个阿姨
会不会啊？有人说小王，你怎么刚才买两瓶水？干嘛来买两件水？不是的，阿姨，其实刚才出来的时候，她那个表情我看到了，我只是没说。我看到阿姨的表情不太好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有的打个有字。你们有没有看到阿姨的表情不太好看的？有没有？有的打个有。然后呢，我想买两件水。告诉一下阿姨，你假如说你这个未来的女婿不是小气的人，我是一个滴水之恩永传相报的人，所以我买两件水搞给阿姨啊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要买两件水？因为是我妈小时候教育我要滴水之恩永传相报，我要跟这个丈母娘告诉她一下，表明一下这个心态啊，心计。哎，这一次不一样了啊。鸭子在等我，看到没？鸭子在等我啊！哎，这里还有大葱啊，这鸭子在等我啊！嗯，嘿，哥几们，你们说今天有没有鸭子吃啊？你们觉得有没有？哎呀，哥几们，这个鸭子啊，应该是两个让我挑啊，这，哎，这个，这到了啊，有的打个有啊。干嘛啊？我怎么又来了是吧，阿姨？哦，阿姨，阿姨，啊，我给你拿了一点这个水来，饮料来，啊，不是，什么情况？不是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这阿姨关门怎么关得这么快？不是，我这是说，我给你买了一瓶饮料，我准备说，阿姨，我还买了一堆礼物在小卖店。我怎么太小气了？我准备马上说，我说阿姨，我准备原话是这么说的啊，我说阿姨。这个我给你买了一瓶这个雪碧，看你这个剪钩藤，这个热了。然后呢，我小卖部还有一些东西，叫他去挑一下。啊，可是，哎，还要泡妞嘞？看我这个德性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我这刚才不是还没说完吗？你看我紧张的，哥几们，我容易吗？你看我这个汗，是再继续说。刚刚准备说，他的门关的这么快。算了吧，这个钱给他找另一家。你看有些人都啊，阿姨你我怎么又来了是吧？你说说话，阿姨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阿姨那个阿姨，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阿姨你不要紧张嘛，阿姨你多说说话嘛给我。多说阿姨那个阿姨，我刚才话没说完，我给你买了一瓶饮料，我还给你买了一条子礼物嘞。要买东西呀？对呀，我给你买了一条子礼物啊！哎呦，阿姨终于笑了啊！阿姨，哎，终于笑了啊！阿姨，啊，还买了一条子礼物。哎，女儿呢？不是，哦，妹，啊，你在那里啊？我跟你说，阿姨，我给你买了一条礼物，啊。那我跟你去。哎，你那个阿姨，你有没有扁担啊？有啊。哎，阿姨，扁担，你拿一根扁担过来，跟我去挑。快点找一根扁担去，快点啊！啊，哎呀呀，妹，哎呀，这头发乱了，这里蓬蓬松松的，夹在耳朵里面好看一点。哎，对对，阿妹，那个我跟你妈去那个小卖部买了一点礼物，我去挑一下啊。啊，让你破费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需要不需要，没事。我只需要你给我拿张纸就行了，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一来你一下就出汗，阿姨。